金属内外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文中。刚才啊，我们看这个机箱啊，这个机箱可能是我们这是第一次上视频哈、啊，之前我们是装过，但是没有上视频啊。这个机箱啊，是我们浙江温州的这位朋友哈、啊，点看了很久哈、啊，一开始看了酷冷的、华硕的太阳神，包括 GT501都看了，最后啊都没有相中哈、啊，最后哈、啊、选择了这一款，这一款哈、啊、是 TT 的 A500GT。我们看看这个机箱哈、啊，前面板哈、啊、还是。都是铝镁合金的，包括上面两侧哈，它这个两侧的这个门啊设计的非常好，我们大家看就行了。这个是带一个拧的哈，这样拧我们这样搬是搬不开的哈，它这也是带磁性的，需要把这个拧直了啊，就像开关一样哈。然后拉的时候啊，它这个是带磁吸的，而且这个磁吸啊非常的劲，非常的大啊，不像有的那种普通机箱一拉就开了哈，这个力道还可以。为了就是发货的，因为这个机箱啊重量特别的足，好机箱的缺点啊就是太重，再一个就是运输过程中哈容易出故障，因为太重了嘛，对吧？再一个，它就是怕这个玻璃有损坏哈，所以说呢，这里做了个开关，开门的这样子，打开看一下，对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边的配置哈，我们这样看哈是看不到的，我们还是啊一个件一个件的来给大家讲一下哈。首先 CPU， 这都是我们这位朋友自己点的 CPU 啊，是最新九代十代的哈10900K 啊，这个 CPU 啊是10核20线程啊。原盒原包的内存，这个我们也是上视频上的比较少哈，基本上带灯的哈，我们上的知奇的幻光几上的比较多。这个哈是海盗船的统治者哈，我们大家看这个灯光啊，非常的漂亮。这个哈一共是两套哈，一共是64G 的哈，四根哈16G 的，一共是64G，插满了哈，非常的漂亮。这个就是内存，我们就放这里。然后就是固态硬盘这里。固态硬盘这里我们这位朋友啊选了是两块三星的，一个是三星的970 EVO Plus， 一个是 500G， 然后还有一个 1T， 500G 它是做系统盘，然后 1T 呢是装一些软件啊，速度比较快。还有我们这位朋友还有机械硬盘啊，回去加装啊，加装在后边，我们已经把线留好了哈，后边还可以加装两个。这个是固态，我们大家可能看到了哈，显卡是吧，显卡不知道是哪个型号，我们要这样看啊才能看得到。显卡的话是2080Ti 啊，现在也是可以说是目前来说家用里边最高的了哈，旗舰产品我们就不看了。再一个就是电源，大家我们看到了这里是带功率显示的哈，这个电源是雷神的哈，850瓦金牌全模组，这个都不陌生了。这个水冷也不陌生了哈，这个是龙神360，因为龙神360好在哪里啊，就是三把猫头鹰的风扇，还有它这个 LED 屏幕啊。再一个就主板哈，主板是这个纯雪的 ROG 的哈 M12H 啊，这一款的话是也是它的纯雪的入门级啊，这一款哈现在点名率是比较高的。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机箱吧哈，这个机箱的话说实话这样的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位朋友啊不是太喜欢灯光哈，你看如果喜欢灯光的话，前面上面哈都加风扇了，这个我们就都是用的原装的，包括后面啊也是用的原装的，包括前边两把风扇哈也是自带的。这个机箱啊，文中经过测试了，压力测试了哈，散热是没有问题哈。它这个出风口哈是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大家把手放到这个位置，明显感觉到了哈。我大家看一下这个机箱，这个颜色哈就是非常的商务，有这种商务范儿哈。所以说呢，像这种机箱哈，就是文中感觉哈，灯光啊不能装的太多了，装的太多的话，和这个箱子的气质哈就不相同了啊、嗯。如果喜欢灯光，可以用那个太阳神的哈，加满灯光，对不对？这款呢就是比较商务范儿啊。
感觉就像这种成熟人士哈，专业打专门打造的，这里都可以体现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套的跑分吧，这个经典的跑分哈，像 i9-10900K 加上一个2080Ti加上三星的固态哈，就是在74万到75万之间。如果说把那个硬盘啊换成西部数据的黑盘，就是 SN750， 这个能提升10000分左右。这个三星的跑的是59000，如果是西部数据的黑盘在70000左右，这样就能上到75万到76万。最后还是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最后还是点点关注，点点关注，装一路上不迷路，再见。